女士先好了，哦，对不起，来，好，这位女士先，好，三分钟好开始。广慈老人院是个断层地层不稳的地段，以前博德开发陈在燕妹妹在院里面做车主。 地上建筑物的时候做那个动作的时候，促使我家震动得很厉害，就如地震，我很不安、很恐惧。开了这么多次的说明会，那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社会局局长现在坐的这位女士，她马上跟我讲说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吗？但震动摇动是真的，我很无助，我也没有证据，我又看不到，我想拿一把刀。 火开地层到底怎么了？地层底下有这么严重的、皲裂的大锅吗？当时车的位置就是在那个三十几楼的那个位置，那个就要盖电影院什么附近，恳请请那个公认的地质专家用挖土机在当场车主，然后再到我家来感觉一下将来捷运都跟还有要这样过度的开发。 每天都要活在恐惧，真的很无助。我希望说，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商业的利益上，把人民的幸福放在商业的利益上。将来那个我家倾斜了，或是皲裂了，那商业大楼也倾斜了，这样对大家都是输家。我希望大家真的很重视这个问题，不要像那个社会局局长。 上一次跟我讲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，可是我家真的就是摇得这么厉害，请重视这个问题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商业利益之上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是那位。